北里芝麻北，登机啊，阿阮都袂当改登机啊。好，来，保重啊，哈，保重啊，你保重啊，嘿。西瓜甜不甜？甜。好，好，保重。再见啦，好，拜拜。心心念念就是要回老家。 就是他的梦，圆他的梦。还是多摆一点，那个，卡丁，哎，啊，等下水多放一点。好，那我再去拿农山水。OK。我们想说让阿伯补一下气，让他补气一下，因为他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。 阿北不喜欢吃外面的食物，其实他在家，他自己都自己种菜，他住五楼，那种菜种在六楼，那他自己就是都自己煮，平常他大部分都是自己煮，那他很注重食物上面，他自己很养生，很注重说吃的部分。准备的食材都是容易入口和补气的材料。 因为这锅补汤是为了慈济长期关怀的独居长者沈玉山而准备的。沈玉山年近百岁，他参与慈济活动的照片被制作成海报，成为典范，挂在慈济万华静思堂内。沈妹虽然高龄哦，她到还没摔倒之前，她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自理的能力。那还有呢？ 就是他参加社会性的一个活动，他非常的积极，而且他非常的正向跟乐观。一锅汤，一份如同父女般的情谊，是慈济志工李秀兰对沈玉山的关爱。 老帅哥，差不多了，大刚安尼哦，啊你食的多无？对啊，即马心情有较好些。心情有较好。你看，高丽菜。高丽面冬瓜。嘿，牛，啊，够啥？冬瓜啊。冇紧，冬瓜我掺一丝丝啊，尔，你带路，你一定看麦啊。 看有好啉无？有虾米无？哦，冬瓜味叮当。半哄半骗，能多吃一口算一口。从他三月份到四月份到五月份，我们这样来看他，真的是每况愈下哈。 然后我觉得是说，他既然已经决定要回去了，我想就是说，让他有一点，让他能够有力气一点。那因为真的是舟车劳顿。然后啊，哎呀，吃肉羹，啊，哎呀，吃啊，这面线，你要吃面线？好好，你要烧面？嗯，烧面啦。烧面，啊，你要吃一个无？干杯。我吃一嘴啊。哦，吃一嘴，好好。遵命。满意了哦。要回家了。 这杯可以回家了。哦，这摆才顶多。嗯，差好多。嗯，顶多心情就坏。好，祝你恢复健康，没问题。再给他一，再搁吃一嘴好吧。返乡的归期落定，沈玉山的心总算安定下来，还会和志工说说笑笑。 拜拜，伊啊！我有问过你，你做人主角对不对？对啊。我跟你讲，你无白我讲。沈玉山平常总是西装笔挺，曾是理发工会的秘书，有着乐观开朗的态度，喜欢在顶楼种菜，生活颇能自得其乐。 北北市因为那个38年的时候是跟随着国民政府来台湾，就是我们慈济关怀独居长者，今年跟台北市政府是已经有20年了。他就是在我们就是那个时候由那个万华老人中心把它转借给我们，就是说我们去关怀我们的社区里面的独居长者。那到现在就已经是15年了。
你，啊你袂直，会弯弯，啊你有出力无？你会出力，我看你有力无。 怎么有得做福建？啊，伯啊！他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晚上，然后就是可能看电视，然后就是不小心打瞌睡，然后就从椅子上摔下来。有啊，有跌倒之前，他还可以自己打理自己的饮食生活起居，那到现在。 他连吃饭，连上厕所都没办法，那对他来讲一定是打击非常大的。认真啦，有人给咱煮有无哈？啊，咱都，咱家己，伊给咱提，咱都爱食饭，你食饭才有提啦。啊，所以你有当时吼，你得安尼放松，安尼，啊，无就是安尼有吼，该悄悄。你爱创哦，嘿，爱创哦。啊，连因为啊讲你无连手就愈巧，嘿，哦，只手安尼给你拍拍咧，安尼。 安尼家己安尼，哎，对，尽量安尼。嘿，安尼你买当安尼，安尼就算。尽量，唔通讲无法度，尽量啊无转去要安怎？沈玉山坚持返回福建老家，志工却感到担忧。他不会想说自己要有多长寿，是延长那样的一个生命，他只是想是说。 他想要回家，那种是非常想要回去家里的那种强烈的心愿。他独居未婚，所以对他要回去家落叶归根的一个心情，我想是非常强烈的。然后像今天我看到他非常的开心，他的整个气色都很好，因为他觉得他即将要回家了，所以他现在就是抱着一个满怀雀跃的心情想要回家，那个就是回到他。 他的本家是落叶归根的这样的一个心。阿弟，我跟你讲话啦。这边不方便请假，那阿伯，我们是一点心意，准备一点素的汤补汤，让你补补元气。好，那有力气，还让你回到故乡去。好，阿伯，那先再见了哦。好，感恩。对，因为我知道回去。 不是很好，因为他们的居住环境，还有医疗，还有现在他希望他的曾外甥女照顾他，事实上是我所知道的是没办法照顾他，然后我也很担心他一个人就是困在他的房间里面。哎呀，我在了。好，你是坐这一层，那我就坐那边。 我们坐这一台，我们要去跟阿座，唱生日快乐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要给祝福阿座，是不是要让他快乐一下，身体健康，生日快乐，是不是？是哈。 想要为贝贝多做一点什么，所以我们才决定说，在刚好在这段时间呢，我们想说，那我们就提前帮贝贝来做一个百岁提前暖寿。那我们现在就上去了，好，好，拜拜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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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是一场健行欢送会，也是暖寿，想尽一切办法逗沈玉珊开心，希望她可以暂时缓解思乡的情绪。
啊，以前哦是一个老帅哥了，现在变成是老帅哥了。然后我看着他眼眶红了，然后其实我心里也是很不舍，其实我们也替他很难过。那希望说借由人多哈，我们来办一个。一个暖寿的祝福会哈，能够让他能够心情快乐，然后让能够恢复身体健康。身体早日健康，哎，早日健康。好，来，对，本规定啊，好，嘿，我做我怎样带着就。哦，万梦仙金哈，来，来吹蜡烛。也想让阿伯享受一下有那种含饴弄孙的感觉。本来是有想找我们师兄师姐的孙子，因为他毕竟是比较大。那但是那一天就是刚好那个时间点上，其他的小菩萨没办法配合，所以我就把我们家的还没有满三岁的阿孙呢，就把他带过去了。那阿伯真的也很开心。那希望这样子一个让阿伯可以很有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样子。好，来祝你。漂泊的浮萍想要归根的心愿，但眼前沈玉山还有一个挂念，急需要帮他解决。晚上，这个不是讲伊要匆匆掉，又飘飘掉啊！啊，四月底就到啊，四月三十就到啊。啊，袂啦，不要紧啦，今仔去差二八年啊，嘿。好阿伯，我有写一个迄吼，迄个敢那你有委托文，哦，你签一下吼。啊，我就安尼，伊人甲我问我讲，啊阿伯就有签字，我来给你，吼。安尼，咱拢啊嘛有一个程序安尼吼。OK。哎，沈菲菲哦，委托我们来帮他处理这些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麻烦开始了。虽然有着委托书，但是慎重起见，慈济志工还是找来里长见证协助。北北住五楼啊。是住五楼啊，这个六楼这边有一个小房子，有一个小房间，他有时候会堆东西，然后他在前面这边种菜，种蔬果，他还会种高丽菜啊、空心菜啊，而且之前也曾经拿给我们分享过。沈玉山三月底意外跌伤，来不及收拾好所有的家当，而现在的他也无力处理。他很有信念，因为他的日期就是到四月三十号截止，就要把房子归还给房东，所以他很急呀。啊，因为没有他的授权，我们不能把他的东西怎么样来处理都不可以。所以那天我们去让他暖寿的时候，才叫他签一个确切书给我们，说我们可以到他房间来处理这些东西。最主要是因为宜兰那么远，我们那一次去的时候没有想到说他有给我们处理这些东西呀、啊，所以那一天去的时候，四月二十八号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好，我们尽快把你的东西整理。伊嘛足欠的啦。他最担心的就是说啊，我的东西你们可以用，就全部回收来用，不要完全就是，假使房东来处理，那全部就把它当成垃圾，全部拿掉这样。能带走的是纪念，带不走的是回忆。沈玉山住在这里超过了三十载，看着房间里的帽子、乐器，团队每次来访视关怀的情景，仿佛昨日浮现在眼前。我们仿佛一直这样子来看他，大概有十五六年。每年的那个敬老节，我们都会邀师兄来开车来带他到我们联络处去欢度佳节，他都很开心，很高兴。如果是要丢掉，再交给房东谁？不知道。一些，恁咱不爱提老一家，不爱提老家也处理的。好，到时伊就做块钱。好，每年都来。其实他对他的形象很注重，他
他虽然是一百岁哦，还是真的就漂漂的呢。我们来，他最高兴就是我们会坐在他的床沿这边，然后他在那边放他的 CD， 然后再打那个南管给我们听。他说要回到那个福建绍安那边去，我们有相约说要去看，秋团去看他，他也说 OK 啊，好好好。志工要趁着仅剩的时间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。阿伯，你今天也要？要回家，啊！你要穿啪哩啪哩。哎，啊，一个红吼，啊，咱讲欢喜，咱欢喜吼，要来转。啊，唔知要甲你买什么啊？嗯，好，又跟他讲。啊，唔知要甲你穿什么？啊，你拢有在带领带？无，我即马阁无在带。今仔要转去，咱今仔一定要甲带足水个安尼。小兰。这回连鸡都袂落啊！师兄，你帮他烫哦，我秀兰，秀兰烫好了。哎呀，丢，哎呀，老婆就丢。哎，老婆就丢。拍手。哎呀，老婆就丢了，哎呀，老婆就丢了。漂亮漂亮。哇哦！丢了丢了。好，啊，再搁一个机关爱心。送上特别准备的礼物，冲淡即将分离的哀愁。这九九重阳。帅吼，哦，够帅的。这只五年的尔。从那足水啊，用用用。这拢这是这种。在阿美回福建之前呢，能够让他知道是说他并不是单独一个人在台湾。那在台湾呢，他还是有慈济这样的一个家人跟后辈呢，一起来关心我们阿伯，然后希望他把这样一个美好的回忆带回去老家。啊啊！你吼，你要回去啊？吼，啊，你有啥物话要甲咱家的慈济人讲无？真济啊！真济啊！讲了啊！啊，我无听到呢，我无听到嘞。讲袂了啊！你吼要甲阮家的查某囝啊，后生哦，啊，讲啥？慈济的儿子女。阿都免去娶某，免去娶某，免娶某都有囝啦。啊，阮互恁做囝好唔好？会使哦，会使哦。会的。不简单哦。哦，不简单，你看，啊，阮来甲伊当作干呐，甲你分摆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啊，祝福你啦，嘿，好，好，安尼，那我们就跟阿伯唱个祝福歌好吗？祝福他要回去了，好，阿伯，我们赶紧祝福姐哦，哈，来，一二三，来，祝福你无量寿，祝福你无量寿。嗯，啊，无哭哦，你鼻仔红红，你也无哭啦吼。啊，咱稍等一下，吼。啊，你转去哦，啊，就是在厝的，啊，较乖哦。啊！我先抓铁两条来。我先抓铁两条来。哈哈哈哈哈。唔敢嘛。哈哈哈哈哈。唔敢嘛。唔敢啊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嘛就唔敢你回去呢，我会替你烦恼了。免啦，无要紧哦。就这一回啊，不要紧哦，凊彩哦。就像儿女般叮咛着父亲，要吃饱睡暖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们其实我们把阿伯当成好像就是自己的爸爸一样。因为我自己爸爸也不在了，真的，我就是把他当成像自己的爸爸一样。不是我来讲，阿伯，阿伯有无吼？你老公要吼，爱叫人来写白纸黑字，叫伊签名，有听无？你就是故意。啊，卖故意啊！啊，你即马知影？啊，即马即届登记，你家己都爱藏落好。有对。其实
我跟他的一个弟媳沈太太哈，那个联络上，其实我们是比较不希望阿伯能够回去听我们的劝，因为在台湾他毕竟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医疗照顾。那但是回家是他的心愿，其实我们的心里是一方面很舍不得，一方面也很高兴能够满阿伯的愿，其实心里是很复杂的。后期是等一下，还有一位，他们还有在那个在柜台，还有一位小丽，真的在这样。要买九月份登机啊，我们都没当盖领耶。啊，来保重啊，啊，保重点啊，看你保重啊嘿。西瓜甜不甜？甜，好，好，保重。来，再见啊，好，拜拜。玉山，再见。即使再不舍，也要祝福，希望回到家乡那一头的您平安幸福。我们再去福州，我们再去看阿伯好了。